说真的，你们到底是怎么选这个组合的、啊？妈，来了四个女人，有三个很淫荡，雷拉、熊熊、秀慧姐，唯一的清流当然就是伯恩了吧、欸？说真的，今天这个场合超级像灌篮高手，你看陈亚天就是赤木，对吧、啊？啊，熊熊打篮球，对吧、啊？啊，老 K 就是杨平，你们是不知道谁是杨平？这就对了。说奶哥很讨厌吃青菜，因为他怕会看到虫虫。好、啊，老实说，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我听说就是那种有诽谤奶哥的，好像他全部都有提告。我真的超紧张，听说他告的人加起来的数量已经可以组一个独立乐团，叫做告50人。范喜剧再创高峰，延上徐乃麟单点喜剧大片《Hami Video Cat》网红馆，8月28独家上映。